OK， 火车朝我开过来了，过来吧，火车，我一决胜负，来啦！好了，我们这一次是扮演的是红坦克，对吧？这是红坦克，这头真的像弹头一样，哇，身上的肌肉超级大的。我来看一下他有什么特殊技能好了。其实他是装了浩克模组啊，这样走路其实还蛮好看的。嘿嘿嘿，红啊！哎呦，这台红色的车好帅哦，它停在我正前方哎，跟我的颜色很搭配哦。哦，哦，轻轻碰一下车子就烂了。哦，它的尾巴。他的尾巴也太可怕了，把你举起来，丢我！哎，车子跑哪去了？车子欸，就这样不见了？不会吧？看一下前面有什么？这正面，哇，他的胸肌怎么练的？呀，旁边有车子啊，试试看他的，撞一下车子就坏了。哦哦，这太 OP 了吧！我还没有打他就已经凹下去了，我只是撞他一下而已。看看旁边可不可以撞烂？哇，他的后面已经烂掉了，还没有？哇塞！不好意思啊，哦。就这样直接踩过去了，车子坏了啦！看下正面，哇，好的，这个紧身衣非常的适合他。看下前面那个车子，哎，他这样跑过去嘞。好，我们要拿一下这个杆子啊！哇，我直接拔起来了，帅哦！哇！哈哈，哎，刚才那台车不见了，是吗？他刚才不是在我旁边吗？他重生了。哎，我打一下这个杆子。哦，不行啊，他居然打不到他们。喂，不要走啊！又回来，又回来，喂，砰！哇，哈哈，哎，哇，车子坏了，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呀呼，哇，哎，飞走了，飞去哪里？哦，这也太高了吧，太扯了，不要走，哎呦，我打棒球啊，又回来，哎呼，砰！哦哦哦，这个视角好难抓啊！喂吼！打棒球，哎呦！哇，哇，车子烧起来了！哦哇，哎呀，哇，这个车门烂了！哇，哇，拿起来丢！哎呀，这个拿起来，他手变形了。手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走啊，让我丢一下。哎，这样弹过去啊，他就这样挂了。他怎么了？我来帮你。飞吧你！哎，就这样爆了，这么快，我都还没丢远远的呢。看下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就。为什么会被挡住？哦，因为他有戴面具，有戴面具的关系吗？我再抓一次这台车哦，抓好了哦，哦，要飞了，飞哟！哎，这样滑过去哦，为什么啊？地上可以捡吗？这个，让我捡一下，不能捡哎，我来拔这根好了，拔，哎呀，哇，拔到了，拔到了。跳，嘿呀，砰！哇，
哇，超爽的、啊！嘿、哎，哇，可以抓起来丢吗？我想看，这样子，再给他，哎呦，不行！我想说把他打了弹起来之后，再把他全力打一下。喂、哎，没有挥到啊！来，再试试看前面的车，这台车。啊！他居然飞走了，没有让我打到一下。哎呦，哈哈，这蛮有趣的。哇，那台车飞好远。啊！哎呀！哦！哈哈！哇塞！好暴力哦！哎，黄色那位是先生吗？对不对？要走不要走，让我打一下。啊！哦，他弹走了。呵呵哦，他车子卡住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也想开走？干什么？你看他轮胎凹掉了嘞，他这样还可以开吗？哎、欸，你不要跑啊！车子还你啊！不要跑啊！你这样走掉了。哎、欸，这根有那个哦，旁边有勾的嘞。哦，试试看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吧？还是它有镰刀功能，用甩的。喂、欸，哦，哎呦，勾到旁边了。哎、欸，去哪、啊？又回来、欸。喂、欸，哦，他翻车。喂、欸，哇，哇塞，哇，全部的车都翻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他翻了好多圈哦，前面那个来。蓝色的车子，哇！不要走啊，车子爆了！哦，哇哦！你看到我居然不会跑，嘿嘿。好了，我们被通缉了。前面有警察、啊，还有这个人，把他抓起来，抓！哇抓他的脚，那个姿势还蛮有喜感的哦。他居然不会挣扎呀、啊？为什么不会挣扎一下？哎、欸，谁准你跑走的啦？我就是要抓你啊，对不对？飞吧你！哎、欸，人呢？看不见了，飞到前面去了。为什么国光号来这么乱啊？你们那个警棍对我有用吗？抓起来！哦，直接射我啦！哇、哦！走啊，不要走啊！没见过红坦克吗？哦哦哦哦哦！捡一下尸体，抓一下尸体。直升机在后面啊！哟、哦，打掉那个什么红绿灯的招牌，再抓一次。哎、欸，好像掉下去了。抓这两个。咻！哦，没有砸到人啊！我试试看这台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跑步姿势怪怪的，我改一下设定，应该是这个速度吧，用速度改一下，五号，这样有个快吗？十号，好，这样子也行 ，OK， 也就是你啊，就是你，走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浮在空中啊？来喽，帅呀、啊！这样你就射不到我的吧？嘿嘿，我、哦、这个直升机太凶猛了吧？那朝我射击啊，还射我屁股？丢啊！你怎么射到他啦？什么直升机啊？真是的，给我下来！哦，他爆了，他自爆了，为什么这样？欸、那直升机怎么打、啊？我要去拿我的棍子了。抓起来！哎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！来，让我打一下，来！哦，哇、哦，他这样飞过去嘞！哇，成功了！我来试试看前面这台车，打一下，挥！哎呀，没有中！哎，再一次，打！挥！哦，翻起来！挥！翻过去了。
OK， 我觉得他视角好像真的有点怪怪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设定吧。我拉远点啊，因为他会卡角度。这次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还是有，还是会那种晃晃的、晃来晃去的感觉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不影响。但是我射击了，我是红坦克，你打不了我的，抓了，抓他的脚，抓起，丢啊！为什么不能丢高高的啊？只能丢平面道路啊！喂，哎，这样可以跳上去打他吗？喂，这样，哦，不行了，不行，我要抓这台车，抓！丢！哦，你这样飞过去了。哎呦，骂我！骂这飞机，这么没……哦，那我一脚踢飞你呀！哎，不动！哦，飞好远哦 ！Oh my god！ 这次我带我的爱车过来，红色的小车车啊，我们要去骑越野山坡了，试看表演一下特技。这模组也太大，骑上去有点怪啊。翘孤轮一下，喂，飞飞飞！哎呦，车子掉出去了，我这也飞太远了吧？这太扯了，飞出去了啦！我重新再叫一台车子好了，真是的。这台哎换脚踏车，还蛮配合。其实还蛮适合我这个颜色的，但有点怪、欸。我怎么讲啊？他为什么他的脚是这样在外面这样踩的、啊？表演特技吗？这个？可以耶。只是他脚的姿势很丑、喔。跳！哇、哦！要破图了。哈哈哈！哎，跳！摔车了。车子飞出去了，我换另外一台摩托车好了，脚踏车好像不太好骑。OK， 我们换一个摩托车啊，我们再换一台什么颜色的？哎呦，哈雷机车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哈雷机车好帅啊，美国的，美国的涂装的，这个翘孤轮的吗？好危险啊！哎呦，那什么？那是山？那是什么？那是豹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又卡视角，等一下，掉。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冲啊！呜！我飞好远哦！天哪，这太有喜感了。这么大一个人坐这个车子，Oh my god！ 我、差一点，根本看不到前面了。哦，这个视角很难开，这蛇形。好，这样子，我看一下第一人称的。哦，看不到人，看不到路了啦，被我的脸挡住了，脸太大了。翘，哟呼！看一下跳车，喂，哎呀，这样跳出去了，哇呼，哐 ！OK， 我们现在来对一下，跟那个超人对打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超人。哎呦，谁？超人来了！啊吼，太惨了吧，这一发，哦，这谁啊？富兰克林哦，他直接飞过来打我，哇、哦，这什么喷火的？哇哈哈！我被暴打了啦，完全没有腹肌之力。嘿嘿，哇，再打一下就挂了。还有什么啦？哦呦，给我下来哦，用雷射光哦。哎呦，完全打不过他，我挂了。这弗兰克林好凶哦。OK， 火车朝我开过来了，过来吧，火车。我一决胜负，来啦！
啊，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停住了，火车竟然停住了，要走啊！火车翻了，火车翻车，整条都翻了，扯了啦！抓起来，抓起来！哇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！哇，丢啊！又来一台啦！无限重生的嘞，来了！为什么推着我屁股跑？可恶！走开！不要走啊！给我回来！从面拔起来！哇！丢啊！飞那么远，还有没有火车啊？让我再打一下。哇！对啊，丢一下，丢啊！喂，也飞太远了，再一次，喂！好，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啊，下一次再见喽。